路我都是走的话，就是有有马路上有山有路要走呢，走直走不走不行，走路虽难。我们走到八十里路，我说八卦山，又到走石头崖，到东来到车，不走草草去，腿上走到路，对对对，车上坐坐，对对对，车。去了去去就是大声几句了，开着开上了，开着路上的车，开着开上了，对了，不嘛就要包一下，要弄一个要包，不在厂长的车上坐哈。到家里到厂长那坐舒服，不舒服的家，到家里去坐坐，三坐三坐，上坐坐真真才真真正正坐，要真正坐真真正正，坐上车上坐坐。
干干鞋穿里裤干长穿里改了，干干鞋像里爱哦，他穿里人穿里穿。他用对了，你上当的。对了，左下左右左下左上下这样子样咯。左下左上左下左右，左左直线节目下路是中国么有？你看你上飞长，你上走，用一下手指就弄功夫搞好。是那么样，在上头左上那么就用脚路啊，咱们左下左左下左办，脑子彩虹子臭，脑子小红子黑。那个大红的车哦，四周长盘是最多盘的收入，照亮张头，发出最生产的发的程度，这是三盘的收，是的，让大家不怕透，这是大红包的，在发现两个水珠，发现三盘，看三盘显得是比较，看三盘是十，发现六十九三，这是真实的是比珠，三盘三盘到大盘，大家说，发出最生产的大盘是谁呢？三盘怎么说？老师说你们会写好，做一只老虎能听得出来，上不完的老鼠不是对，是当时的不是当时的歌，不是今天的歌不是在，你只要听他们不听我说，做什么都会有质量，要是什么都是真正的，要是什么都是真的，不能说他们不知道。嗨，故乡之乡老伴最高。那么他家他有啥活做，他家他上啥活做，做啥做就做活干活，啥做干活用哦。做俺家里负责长沙子干，俺哥嘛啥长哥嘛就用一餐土一水做事嘛，是炒东炒西吃，我张罗不着做猪脚皮哈。想要干活做几口苦，老爷子想他做活做上几累，做嘛干活不干，做活就做上老几苦。Yeah.